这边是汐止。前面那边是阳明山，这边是焚化炉的旋转餐厅，天气很好，不会下雨，等一下我要过这个桥，过这个大桥到关渡宫，再见。骑脚踏车，哈哈。陪我，脚踏车陪我，陪我过来的，骑了1个钟头左右了，现在在社子岛。刚才有人说这后面那个是斜张桥，我要从那边跨过去去关渡宫。到关渡宫应该还半个多钟头。现在天气很好哦，天气好，不会下雨了。但是有2个台风跟着来，一个已经到大陆去了。后面那个是焚化炉，上面有餐厅，旋转，可以旋转。好啦，天气也快5点啦，我要过斜张桥了，去关渡。关渡说要买咸蛋，我们阿弟说要买咸蛋，再见。说这个是斜张桥了，这个要往北头，往关渡的桥。是淡水河，淡水河。社子岛。那边有观音山，观音山，关渡的观音山，前面台北市，可以看到101，再见啦，在桥上了，这边很空旷，有椅子可以坐，可以让大家欣赏。欣赏风景，我就在这边坐一坐，再拍一些，再录一些，那个是焚化炉餐厅，前面，有101台北，这个正面这边是社子岛，社子岛，有人放鸽子，对面是。观音山，是观音山，观音山，太阳还有还在，再来绕一圈，这边关渡，前面是关渡，再来慢慢，要看到阳明山了，阳明山，这个被桥墩遮到了，阳明山，有看到阳明大学，阳明山文化大学了，不是阳明大学，这个刚才有一批人叫这个斜张桥，
二这是斜张桥，哎，这个应该是戏子的什么桥？哎，可以到北投，到关渡，哎，好啦，再见啦，要再骑啦。完了，阿妈，快六点了，嘿，六点就要回家了，回到家可能也八点了，嗯，这边关渡。